15岁开始学人物，跟谁学的嘞？给我父亲学的。一开始学的时候就学敲锣鼓，那15岁就开始敲锣鼓，到了16岁就开始提木了，就好像拉胡琴啊、吹喇叭呀、啊，通通都要学，都学会了。到了17、18岁就通通都学会了。演了一年多哈，两年停了好久。我一开始学木，是我父亲教我。我父亲在我的心中的地位是很高，比教我的时候也比较严格。在教木的同事过程中啊，到在正月做戏的时候，一下台。他就会讲那个做过的细节，而是讲那个古书，拿书给我们看，那个手势要提好，要把那个木偶呢做好来，让观众看得高兴。工资不太理想，所以的还学是当时学是很多人学，后来就边学边学回来了，那就不做了，学回来了就不做了，人家就出去赚大钱了。系统战马送李大哥胜利，一众为吴君王。那这几年我们学校啊，在利用这个乡村少年宫的项目，每个星期开设2节的木偶训练课。啊，我们的学生经过这几年的训练，在省市县校各个舞台上都获得了比较好的成绩。